Wisconsin State Capital 威斯康辛州首府麦迪逊 Rev. Dr. Pointley 李宝林牧师首创披麻蒙灰悔改认罪悔改的圣经真理课披麻蒙灰教会基督超自然学校哈利路亚主耶稣啊谢谢你我们来到这个 Wisconsin 的这个Wisconsin 的首府你不要转一下哦感谢主好漂亮好漂亮哦，平安哦，大家好，现在是在 Wisconsin 的那个 capital 哦，感谢主哦，这是个 capital， 我们在这个 Wisconsin 的 capital 祷告，奉耶稣的名，天父上帝的权柄，圣灵的大能，主啊，我们来感谢你，感谢你哦，主啊，我们来这个 capital 祷告，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主耶稣，我们来到这 Wisconsin 的首府。你看这个首府这么浩大，还有一个天使在上面。主要我们来感谢你，让这地方有被神所喜悦。主耶稣，我们来感谢你，主要谢谢你祝福这 Wisconsin。主耶稣啊，谢谢这个 Capital。主要求你祝福这里，披麻蒙灰认罪悔改祷告。主耶稣，我们来感谢你，今天是2023年的11月12号。所以说我们来到这个 Wisconsin 的时候，来为这个城市祷告，披麻蒙灰，让这个人们福音同在。主啊，我们来感谢你，主啊，我们来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来感谢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奉耶稣的名，天父上帝的权柄，圣灵的大能，主耶稣啊，祝福 Capital， 主啊 ，Wisconsin 的 Capital， 主耶稣啊，求你祝福，主啊，谢谢你，我们现在到了 Wisconsin 的 Capital， 主啊，在这里，求神大大的与我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主啊 ，Wisconsin 的 Capital， Madison， 主啊，谢谢你，祝福这里，主耶稣啊，我们来求告你，我们披麻蒙灰认罪悔改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来赦免我们的罪。主啊，我们来感谢你。主耶稣啊，谢谢你在这个地方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主耶稣，我们来感谢你。主啊，谢谢你。主啊，在这里，我们来悔改在你的面前。主耶稣，我们悔改到你的面前。主耶稣，我们来感谢赞美你。主耶稣，我们悔改在你的面前。主耶稣，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王，你是我的荣耀，你是我的诗歌，你是我得胜的脚。主啊，创始成终的神，使无变有的神。主啊，我们悔改到你的面前。主耶稣，我们来感谢赞美你。主耶稣啊，谢谢你。主耶稣，我们悔改在。主耶稣啊，求你，主啊，求你真的是与我们同在。主耶稣啊，我们来感谢你。主啊，我们求你，主啊，我们披上麻布。主耶稣啊，来到你的面前。主耶稣，我们来感谢你。主耶稣啊，我们来披上麻布。主耶稣啊，我们披上麻布。主耶稣，我们来感谢你。主啊，还是那个西格斯萨巴格西。主啊，我们来感谢你。主啊，我们来披上麻布。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耶稣，我们来感谢你。主耶稣啊，谢谢你。主啊，在 Wisconsin 这地方，主啊，在那个 Wisconsin 州，主耶稣啊 ，Madison 这个 capital。主耶稣，我们来感谢赞美你。主耶稣，我们要来祷告。主啊，求你来赦免这地的罪。主啊，求你原谅这地的罪。主啊，求你复兴临到这里。主耶稣，我们要披麻蒙灰认罪悔改来到你的面前。主耶稣，我们来感谢你。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王，你是我的荣耀，你是我的诗歌，你是我得胜的脚。主耶稣，我们来感谢你。主啊，我们来感谢你。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主啊，你是与我同在的神。主耶稣啊，今天你要与我同在。奉耶稣的名，主耶稣啊，你将这个荣耀，将喜乐贯穿在这个 Wisconsin 这一周。主耶稣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主啊，我们来感谢你。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啊，这是 Wisconsin。主啊，谢谢你。主啊，这是 Wisconsin， 我们来感谢你。主啊，在这里，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主啊，我们在这里披麻蒙灰认罪悔改，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在这里披麻蒙灰认罪悔改。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主啊 ，Wisconsin， 今天是2023年的11月13号的早上清晨7:30。主耶稣，我令来到这边。主啊，我们昨天才去了芝加哥。
芝加哥的Springfield 祷告完的首府，我们直接开到5个小时，直接开到这边来。主啊，我们来感谢你，主啊，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今天我们来感谢你，主啊，求你祝福以巴战争的和平，主啊，求你使用这个首府，主啊，求你使用这个 Wisconsin 首府，主啊，求你运行你的大能大力，主啊，你运作在这里，主啊，求你将那个复兴的火临到这里，主啊，将这里的国议会员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来跪在这边来听马蒙会认罪悔改，主啊，我们跪在这边。告诉代表全世界的公民来爱这个国家，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主啊，我们来代表主啊，我们来求告你，主啊，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王，主啊，谢谢你，主啊，我们来感谢你，主啊，我们跪在这边清晨的时候来祷告，主耶稣啊，我们来感谢你，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王，你是我的荣耀，你是我的诗歌，你是我的脚。主耶稣啊，在威斯康省这边，主啊，求你复兴的火，主啊，在这个这么多的众议员，还有市议员，还有州议员，主耶稣啊，就求你兴起你爱你的人民，爱你的旨意的，爱你圣经的人，敬畏耶和华的人被拣选出来治理这个国家。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主啊，今年是2023年的11月13号。所以说我们过来这里祷告，主啊，求你的平安，求你的喜乐，求你的那个沙龙，主啊，你是沙龙的神，主啊，求你夺回我们该属于我们的得地为业，得回我们的产业回来，主耶稣啊，将这平安跟喜乐临到这里，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这是威斯康省的 Madison 的首府，主啊，我奉命今天来到这里，2023年的11月13号，主啊，我们来感谢你，我们要进去走岛，进去这地方走岛，我们要进去，主啊，我们来感谢你，主啊，我们来感谢你，主啊，我们来感谢你，我们来走岛，主啊，我们来感谢你，主啊，很冷很冷，主啊，感谢你，主啊，在这边走岛，主啊，我们来感谢你。感谢赞美你，主要是主要这有个美国国旗，主要说我们来感谢你，主要在这里，主要说这是他的后面，看他后面，看他那个有一个金色的顶，那边有一个人，他的好像是天使，吹号后面是背部，所以我们往前走，我们要往前走，到他的前面，到他的前面。主啊，我们来感谢你，主啊，我们来披麻蒙灰认罪悔改回到你面前，主耶稣啊，这是你的手，但他们都很设计这地方给人做的，好像是主啊，很多黑在这里做，主啊，我们来感谢你，主啊，我们来感谢你，这手不祷告，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有个教会，是主。教会，威斯康省的首府，好 ，Madison。我们来，玛利亚颂。我们在这个祷告玛利亚颂。我们在这个威斯康省。首府祷告玛利亚颂，路加福音第一章，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主啊，玛利亚说的，就是伯利说的。威斯康省要尊主为大，伯利要尊主为大，以你神为救主为乐，因为他不为他使女伯利的卑微，在这里替老伯利祷告。主啊，我们来感谢。从今以后，万代要称为伯利有名，那有权的为我伯利成就大事。他的名为圣，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主啊，他用宝贝施展大能，叫狂傲的人心里真妄想就被改善。他叫有权人的思维，叫尊敬的身高，叫饥饿的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助他的仆人以色列，忘记念仰望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就如从前。
主啊，这个是你之前写出来，主啊，我们感谢，主啊，我们来感谢你，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来感谢你，主啊，我们来感谢你，主啊，求你祝福这里。玛利亚说的就是后羿说的，后耶稣的天父上帝就是圣灵的大能，主耶稣啊，我们心尊主的大能。奉耶稣基督的名，今天是2023年的11月13号，我们来感谢你。主耶稣啊，这里是你的国家，主啊，你要在这里执行你的权柄。主耶稣，我们来感谢你。主耶稣，我们来感谢你。玛利亚说的，我心中主大我们有神的救主的乐，感谢你赐给我们的御用饮食，要让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代代无尽，直到永远。主耶稣啊，主啊，我求你，主啊，你如何让玛利亚生出耶稣，就让在这边也生出一个敬畏耶和华的这个首府的议员，主啊，州议会长，主啊，谢谢你。主耶稣，我们来感谢你。主耶稣啊，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主啊，口令来尊主为大。主啊，口令来到这里。主啊，我们来感谢你，我们来尊主为大。主耶稣，我心尊主为大，我的一生，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眷顾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口令的，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大事。主啊，谢谢你，他的名为神，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他的宝贝施展大能，狂傲的心里正妄想。就被他改善了，他叫有权柄的思维，叫卑贱的身高，叫饥饿的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助他的仆人以色列，为了纪念亚伯拉罕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列祖对我们所说的话。主啊，玛利亚和伊丽莎伯同住约有3个月就回家去了。主耶稣啊，我们来到日头来祷告。主啊，就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啊，就求你与我们同行。主啊，让这个首府敬畏耶和华神。主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WI Wisconsin 威斯康辛州首府 Madison 麦迪逊 Wisconsin State Capital 2023年11月12日至13日 Rev. Dr. Pauline Lee 李宝林牧师走岛，开车加油费加租车加保险$1110，住宿$250，餐费$255，总共$1615，全由基督超自然学校付费，为美国走岛50周，推动各州走岛计划。欢迎您爱心支持与奉献 ，PayPal a265735@yahoo.com.tw， 受款人银行名称 Chase Bank， 行银地址270 Park Avenue， New York NY 10017，美国学校银行账号户头 Jesus Supernatural School， 受款人账号 Account Number 71716109 ，Swift Code Chases 33 ，Routing Number。32221627 Wire Transfer 02100021主仆 Rev. Dr. Pauline Lee 李宝林牧师，美国电话加19513779383 Email pauling8888@ool.com Line Lee Pauline 微信 pauling8888 披麻蒙灰教会 Repent Sack Close Church 网址 repentsackclothorg.org